先开三公分，来坐顿食，啊，看安怎才过来。哦，哦多谢多谢。阿大兄。哎，啊，我来来来，来坐来坐。阿大兄。什么代志？我今日有三代志吼，要来跟你参详啦。什么代志？真讲。啊，我着拄只吼，带小学去街仔佚佗吼，啊，有去拄着因老爸呢。因老爸？嗯。哎，你毋是讲小虎是无爸无母的孤儿？小虎就是因为讲唔敢回去厝的啦，所以唔才甲咱骗讲伊是孤儿。唉，什么唔敢回去厝啊？厝里家己的，什么唔敢回去啊？啊，伊就讲什么因老爸哦，讲要甲伊卖人啦。要甲卖啊？哦，是囡仔有这款老爸啦。啊，是听伊讲哦，什么因老爸啦，有去甲地下钱庄借钱去做生意啦，啊，讲什么生意做了失败啦，啊，即卖地下钱庄哦，拢一直甲伊逼钱啦。所以讲，唔才要将小学交卖人。这我无啥物相信，可能伊咧骗你啊。我嘛是安尼想，啊，我是想讲，既然这件代志我知影吼，我嘛不忍心讲目睭金金，看小学互因老爸甲卖去啊。你拍算安怎？因老爸想甲我讲吼，我若是要治小学，讲叫我落来30万互伊啦。30万啊！啊！伊佫讲哦，伊要一礼拜时间予我考虑啦，所以我今日毋才专工来遮吼，要来请教伊。阿母啊，30万毋是小数目呢，啊！佫再讲，小虎参你也无甚物亲戚关系，万一你钱也摕好伊，煞落小虎无我留担身躯边，到时阵你毋是假了？阿大兄，即件代志哦，其实我是毋惊啦。算讲钱伊若甲我摕去，小虎伊袂住喺我身躯边，这嘛无要紧。最少伊身躯边有钱，安尼就袂将小虎甲带去卖啊。也毋过，即摆伊有钱啊，当然袂卖小虎。万一钱若开了吼，你会保证讲伊袂阁卖小虎用？啊，这点我哪无去想着。我来看你啦，迄代志哦，暂时咱爱提起甲按下，听候伊老爸来处理。伊咧直接甲伊讲个清楚，讲这条钱伊若摕去，起码伊甲你法院也好，甲你派出所好，叫伊开一个保证书。啊，啥讲，遮钱伊摕去，以后袂将小虎袂单调。安尼你办这条代志，唔只有目的，啊，啊对小虎唔只有一个保障。阿大兄，啊是你想了较周到。以后若什么代志哦，做你来找我，吼，我会甲你安尼参考的。多谢吼，啊无你也咧无闲，啊我店的嘛咧无闲，我先转来去。多谢你吼。在找李伯公到底什么代志啊？李伯公，你不是讲大伯公若有去店里找阿妈，叫我做料皮啊，来甲伊讲。做料皮啊？哎，阿好啊，先等一下哦。好啦好啦，小虎，大伯公昨昏下晡有去店里找阿妈，到最后才转去。伊讲今下晡搁要来哦。哎，下晡要去哦？啊，这个唔正大呀，真正有影无站无站的。啊，真数唔够，走分往阿米国想，真正我无体统的。你先回去，下晡李伯公哦，才买好的物件转来吃，吼。多谢李伯公。客气啊。粪扫大个吼，好好。小虎，你唔着对这头安尼甲撕过来，啊对这搁甲用过来，啊再甲啊做过，安尼了。阿嬤，是不是安尼？哎呦，你足巧的咧！阿嬤刚才甲你讲着，你着看有啊。以后你着再甲阿嬤斗剪彩啊，吼。好。来，嘿，安尼甲撕起来。多谢啦，啊，阮营业的时间还袂到呢，啊无你过一点钟去了啊吼，你再来啦，吼，多谢多谢。喂，你是毋叫小虎？恁老爸是毋叫阿西？
变作臭臭。哎，无你想要创啥？啊，当头白日来亲门头哦，你共带囡仔要创啥？老爸阿仔欠30万的缴税，即摆唔知到无看，大面你还去赌啥？老爸欠恁的是恁去找老爸呢，恁来遐来找囡仔。老头，你想看卖关心的营养师？你若加管营养师，是会家己添麻烦啊。我听你咧放屁哦，你当作无进步哦。会用的，只要你摕30万，阮皮也无可能走。是啊，30万，我你当作我这是咧开银行哦，放30万就30万哦，怎么有哦？万我要给你啦。你慢走，老头。救人啊！走，走，走！你干啥去啊？爸爸，我最上船的。哎呦，吓死人！哎呦，本来这要紧啊，好加载你来，也若无，才是要紧啊啦！哎呦，哪呢？有没啊？有准备啊？蔡英文。哎，来来来。阿母啊，你呀，实在伤过良心才会安尼啦。你想看，顶回啊，小虎因老爸要来甲你卡银，下一摆。换到小虎因老爸朋友要来甲你提钱啦！你小虎来老邓伊新妇院哦，早晚就发生代志。对啦，阿五，阮大官对哦，但小虎为倒位来你也唔知影，啊！你甲收留咧新妇边，我看因阿爸来哦，赶紧害伊，较免惹麻烦。其实小虎伫我新妇边哦，无麻烦啦，无参我以前家己一个，常常着安尼想东想西啦。我已经决定啊。我决定要给老爸一寡钱，我要正式把小虎收养起来。阿母，有小虎跟你做伴，跟你要收养伊，这是两回事呢。假使讲你若正式把收养，你得负起教育伊的责任呢，不是讲好吃好穿，安尼就准拄好的。这我当然嘛知影。哪你甲看，我教育你嘛袂歹啊，你看你若变出去，人拢嘛跟你学咯。我这嘛是可怜讲小虎啦。那伫因老爸身躯边，嘛无好个教育啊，所以这讲起来，无的确是我甲小虎有缘。我嘛已经考虑真久啊，我决定要将小虎甲留落来。阿五啊，你莫戆啊啦，你加开钱是搁加惹麻烦个啦。无啦，大哥，大我感觉阿五啊讲得对哦，吼，伊收留小虎，算救一个囡仔，袂予伊做歹啊。这讲个算真行公正，你知？阿五啊，我支持你。你来教我，我来等啊！阿金妈，多谢你。过来找阿妈的麻烦，那安尼我是要安怎？谁呐？你哪里哭？啊？无啊，阿妈，你找我有代志哦。阿妈，甲你买一件衫，你看你有介意无？有介意无？哇，足水嘞！你穿看有合无？啊，若无合，阿妈明仔载再搁摕来甲伊换吼。哇，足好看的呢！阿妈，你看我安尼穿，有心灵之影无？比伊搁较缘投嘞。所以明仔载恁阿爸若要来带你转去吼，啊你穿安尼转去，安尼恁阿爸讲哦，啊小虎奈这么缘投哈。阿妈，你明仔载希望我老爸家也是爱我，跟我阿爸转去。小虎，你是想要跟阿妈斗阵住，还是要跟恁阿爸转去？我当然嘛是希望留在阿妈身躯边。啊，不过
啊，不过阮阿爸把你害到安尼，搁要把你讨30万。阿妈，你给我买落来，好不？我以后大汉趁钱，才害你啦。叔母，你这个戆囡仔嘞，阿妈要哪会挃你的钱啦？阿妈，你的是我的钱还是我？不是，阿妈要哪会歹挃你啦？我会安怎做？你明仔载就知影。小乖乖，阿妈你紧困吼，来，早点起。阿妈甲你加被，啊，你都唔通脱被哦，无是会寒着，你知无？阿妈，晚安。晚安。阿妈脱被哦。泡糊米哦，小花，先走一下，这个囡仔，天气还佫烧烧，暗打走出去无偌久，计是差不多去啊，小花。老早，老早，老早，好啊！你怎有看到阮师兄哦？兄，我嘞，我看，我刚才带将，无看到伊囡仔在哪里。多谢你哦，兄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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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老弟，啊，朋友啊，你有看到阮师母迄个小虎无？有嘞，我有看早起吼，对迄庙口遐去呢。啥？对庙口遐去？多谢你哦，多谢。观世音菩萨，我是小虎，我听二伯公讲，你是这上灵下的菩萨，所以我来求你。今日我爸就要来带我回去了，啊，不过我无想要跟伊回去，我想要待在阿妈因家。假使讲你会当保庇我，给我留落，我一定会好好伺候阿妈。假使讲阿妈若无爱听我，我嘛袂怪伊。但是你爱保庇阿妈、明珠阿姨、大伯公、二伯公、阿舅阿姨、水仙姐、小童子平安健康。阿妈，阿妈，你哪会伫遮？阿妈是要来遮拜拜啦。阿妈，你来求菩萨。有啥代志啊？我小虎，你来这求菩萨什么？啊，你阿妈就求什么啊？小虎，你是歹等去恁阿爸身边是？其实阿妈嘛是甲你同款，我嘛唔甘乎你离开我。也唔过人家讲，爸仔囝是天性，你早晚嘛是爱等去伊的身躯边。要唔讲，阮阿爸今仔载跋筊，跋输就甲我拍，我无爱转去啊。小虎，阿妈会想办法，互恁阿爸吼重新做人，伊一定会改。阿妈。来，小虎呢？小虎在外面，甲阿娇在咧佚佗。阿母，你是安怎啦？奈目眶红红啦？嗯。啊，无啦，可能拄只是咧外面去互风鼻刷淹着，无要紧啦。哦。我想我有一件代志要甲你参详。我想要先甲你借30万，啊，等候农会贷款若是落来，我再还你好。
你是决定要收养小虎上？你哪会知？顶回你都讲过啊，你讲小虎因老爸要提30万，也伊若毋是要收养小虎，你提30万要创啥啦？本来我有迄个意思，要来甲收养小虎，也毋过我咧想来想去，人伊是爸仔囝，搁较安怎嘛是爸仔囝，所以我是想讲，即摆我应该甲小虎因老爸斗相共，互伊当改过自新，认真拍拼，互小虎有一个正当的厝，安尼才是真正该解决问题。阿土兄。我安尼做对无？你讲安尼无对啦，是好你，你要安怎做？我想讲要先摕30万给伊，小虎我暂时家照顾。因老爸若是有一个正当的头路，小虎我才行。啊，不是安尼，起30万啊，先借小虎因老爸，啊叫小虎因老爸啊开一张本票，也写一个讲。小虎暂时交予你照顾，吼、哦！啊，以后若要来带小虎，必须要提30万来给你，才能带小虎倒转。阿妹啊，啊，你的意思是讲，因老爸留30万给我，我小虎真是爱害。啊，你拄则毋是讲过啊？你嘛希望小虎因老爸啊会当成功，事业成功，带小虎倒转去。啊，既然因老爸我都能提30万来还你。这就是证明讲，因老爸有能力来饲小虎啊！对啦，等你哦，你要过两个晚上，啊，你先回去，啊，我甲看看咧，我再来浪费名钱，摕来处理好伊好。好啦，啊，无你无闲，啊，我先回来就好。带小虎，那到即马还袂来啊？小虎啊，无恁阿爸，伊敢会袂记啊？小虎袂记。小虎，你即马咧讲啥？无啊，无啦。小虎，啊无你待遮等，阿妈来伫内面做工课，啊恁阿爸若来，你才甲叫吼。好。阿五啊。啊？阿五呀。再来面30万，你点看？唔免点啦，阿头爷，啊我云南贷款若是落来吼，我才摕来去行李啦。紧啦，别来行啦，不你看。遐济啦。来来来，啊，遐几个，我有写一个本票，佫是安字条，讲这30万啊，是你借予因老爸阿财，你阿财若要来带小虎倒转来，必须要摕30万来给你才行。哦，起来面哦，我拢注意啊，足好势。嗯。讲阿仔是自愿，请你来照顾小虎。那安尼后摆哦，就咪讲你有关小虎你。就阿头爷，咱是好意，你甲伊斗相共的，我想应该袂安尼做啦。哎呦，阿五啊，啊，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啊。人心不来，小心无心不能。嗯，好啦，我知啦。小虎，阿妈咧安排，你有欢喜无？阿妈，你的意思是讲？我阿爸若要将我带转去，爱从钱摕来害你，才会使对无？对啊。不过我阿爸若有钱，拢会摕去跋筊，伊袂摕来害你啦。啊，若准讲无摕来害我，这嘛无要紧啊。安尼你就会当住阿妈身躯边，唔免甲恁阿爸转去啊。真正哦。嗯。呀。姐，我来啊啦。哈哈。来啦。你来翕相拄好啦，你安尼为着你爱跋筊啦，人拄只吼安尼亲门大户啦，要来带恁囝，你知？哦，岂有此理啊！遐人吼实在是无法无天嘞，是我欠伊个娇笑啊！管你姐啊，啥物代志？姐，你放心，我一定叫遐人吼转来甲你陪侍嘞。唔免啦，以后咱卖搁定来来遮甲我高高甜哦，安尼我就阿弥陀佛啦。哦哦。
小凤，起来。啊？阿爸，你是唔情愿叫晓？无你即摆是咧创啥啊？你来对囡仔安尼，脚来手来啦。是啊，囡仔无教，是袂用的啦。你稍等下。好好。才30万啦，你算看卖，阿小你就留咧啦。姐啊，你真正要甲小留落来了？是啊。有人是无形状，有人被风笑戆，这乱的风吹飘来飞去，想袂到遐风动。伊亲像一阵风，定定无收信用。六月的炎天，阴云牵挂，可爱的薄情郎。风吹，风吹，风中一张被，写在梦中的相思有偌多，缘分由天空坐，简单一句话，情断无相借问，阮是啥人的？